我娘家妈来了就是我娘家妈，啊，你妈来了啊，就是你妈，就是你妈，这没地方，这不就打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。这一期呢，以北京胡同大爷聊一下当下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。大爷呢，深入浅出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，特别是讲述了过去的婚姻情况，直言呢三观不一样。咱们具体听听大爷说的是不是有道理。人家有一三观啊，哎，三观不一样。就提起这个，你刚才你问我，让我说说为什么不结婚？对，他热恋的时候啊，嘿，说不好听的话啊，哎呦，如胶似漆呀。啊，真是。哎呀，正恋爱的时候，对从那时候过啊。你有过这经历吗？如胶似漆的经历吗？那有啊，也有。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，年轻的时候是吧？啊，哎呦，他为什么？你情窦初开呀？嘿，真是。你也跟那时候过过？我一样，咱们都是那时候过来的。哎，也开过。对，也开过啊。咱们是过来之人。哎。所以啊，他们缘分没到啊，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。对，你死白给捏了一块堆儿，嗯，知道吧？俩人三观不一样。那天我不是提我观点了吗？嗯，哎，我跟孩子说你不是什么呀？你甭管我。嗯，哎，我得了，各有各的活法吧。真是，他真明儿黑，有的是这样的。嗯，俩人这如胶似漆的吧，有一崽儿，甩一子，俩人离了，也麻烦啊。这个女的也颠了，是这个男的也不要啊，这谁受了罪了？老娟受了罪了，真是有的是啊，甭说离了的，你们都经过，嗯，儿女死了留一孩子，这老人给拉着大了的，有太多了啊，所以这些事儿啊，嗯，人的生活似乎简单，对，哎呀，其实不简单，又太不简单了，嗯。哎，他三观不对，还接着再说啊。三观不对，离了可不是这老家倒霉吧？啊，对，所以儿女的事儿啊，少管，不管哈。还有一个能独立生活，嗯，让儿女走。哦，这跟动物一样，您该出分了，您走吧。啊，对，让他们独立生活去。他为什么？嗯，生活习惯不一样。没错，我早睡觉，他那哇啦一看电视啊。哎，影响。哎，你做这东西，他不爱吃。对，小的时候我说了，头正常人人，你给他什么什么都好吃。嗯，他呀一出分了，有翅膀，有飞翔能力了。啊。哟，你吃这个？我有点事儿啊，我真不跟家吃了。他兜里有屁啊，屁就是钱。嘿，对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所以你做老人的呀，你就放心吧，饿不着他。哎，对，天上没有，现在也没有傻子啊，真是。他们的智慧啊，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嘿，他比咱们脑袋灵活多了。他们会随机应变，真是。所以他们的婚姻，我劝啊，啊，各位老人，啊，不要过于虔诚。哦，哎，不像过去的。对，这老人一看说成了。嗯。哎，你愿意的原因，这姑娘啊还没看过这个老爷们什么样的，这新郎什么样的，嗯，没一坐轿子呀给拉抬着去了，你跟人过日子啊，这叫什么？慢慢磨合。对，哎，先结婚后恋爱。哎，也成了。过去说离婚的寒碜，没错，不能离。好，嗯，得了，慢慢的什么吧。嗯，有智慧的人我跟您说，他会什么呀？互相谦让。哎，夫妻之间啊，互敬互宾互爱，嘿，才能成一个幸福的家庭。真是，现在这年轻人，你看不着，你上班，你挣8000，我他妈15000，哎，我学历比你高，对，你得听我的。嗯，我娘家妈来了就是我娘家妈，啊，你妈来了啊，就是你妈，就是你妈，这没地方，这不就打吗？打着怎么办呢？嗯，离吧。嘿，离完了后悔。嗯，你瞅瞅，我还不如不打呢。啊，真是。其实夫妻的钱呐，都是一块，都是钱。你不要这个，你看没有？
各拿各的这个，嗯，都是感情基础不好。没错，过去啊，女的不上班，对，那叫全职的保姆，也叫全职太太啊。对，过去叫家庭妇女。嗯。那不是现在改名了吗？改名了，过去是家庭妇女啊，没工作啊。对，您的任务怎么着？洗衣服、做饭、养孩子。哎，这就是责任。对，过去进这屋，这家怎么样啊？嗯，一看这屋里倍儿干净，可是没什么豪华的摆设。嗯，证明这女的特别勤劳。对，一进屋，哎，遛弯儿的怎么？哎，一看这屋里，哎，硬木家具。那个什么，太师椅，可以，嫁接案啊，摆上啊，这男的有能耐哦，还有吃饭穿衣亮家当啊，现在不论穷富，你要自尊自爱，哎，这说的，嗯，还有干净，对，为什么？嗯，不要给社会抹黑，没错。这人干净利落，不咱们洗刚才过去那个啊。大哥没事儿，我说我有点事儿，我想给你推推衣服，推推头，给你挂挂脸。嗯，真是，嗯，您这说的太好了啊，说的太好了。哎，嗯，就是你们刚才提的小提纲 啊，这些呀，家长里短的事儿 啊，全靠自己去处理，自己处理，没人教给你。哎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哎，自己感受吧。哎，自个儿感受吧。是。哎，你过好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。为什么？家和万事兴。对。又是大四个字儿。家和万事兴。啊。家和万事兴。我那儿，我老说四个字说惯了，我要是说错了怎么办？行了，老爷子，行。我喜欢跟大爷聊天，不急不躁，娓娓道来，在轻声慢语中让人明白了许多道理。关于结婚问题，正如大爷所说，现在的家长尽量少牵扯年轻人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您对大爷所说有什么感受，欢迎留言评论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